好，我变个魔术给你看一下，看你的扑克牌，叫做魔术师都会刷牌，对不对？好，开扇是不是？还可以来一个五段式花切，看一下，五段式花切啊，想想，五段式花切，对不对？这个花切要学多久啊？要学很久哈。然后看我手上是空的，对不对？手上是空的，在这位置，就是咻，出来一张扑克牌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哎呀，来了这么多人哈、啊，可以变个给你们看一下。变个给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过来过来，可以变个给你们看一下哈、啊。神不神奇？神奇，神奇啊！好，看好了啊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哈、啊，这是普通的扑克牌，开扇收扇没毛病啊。这是一张方块四啊，方块四、哦，在这边轻的一戳哈、啊，来仔细看，瞬间变成黑桃九。哇，这怎么搞的？错了，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扑克牌是不是？我放口袋里哈，然后看我哈，哇，没看懂哎，再来，真的没，我都没看清楚，再来一个厉害，那么牛，再来一个厉害的啊！视频中的网友看完一定要给这位小伙点一个赞，手上是不是没东西啊？在这位一定要分享出去啊，去出来，哇，你们看，哇，这怎么做到的？扑克牌。开扇啊，收扇啊，这些五段式花切啊，这都是魔术是最基础的。收不收图？收不收图？所以说变成魔术，手脚一定要有。暂时不收图啊。收不收图？我跟你学了。啊，我看你们有可能是三分热度啊，不是真正喜欢魔术，只是暂时觉得神奇。好，我收图是要收那种真正热爱魔术的哈。非常的专业。好，开扇，是不是？教一个简单的吧，撩一下妹吧。教一个简单的呀、啊。好，我教一个很简单的哈。好，看好，这是红桃三哈。嗯。我手上没东西，我只要这样旋转啊，旋转一下扑克牌，来看一下，瞬间就变成一张王。哇！好，一张王没看清楚，我再旋转一下啊，在这个位置一看啊，旋转一下，瞬间就变成一张二。哇！厉害，牛逼，简单啊，很简单，来看清楚啊，我从背后看啊，从背后看，比如这是红桃二啊，然后旋转，好，这个手。是不是这样子哈？这样就有一张牌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这个面是不是这样子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速度快的话，直接压上去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啊。嗯。可能每个人的角度有点不一样，可能会有点瑕疵。方法就是这样子哈。哦，这个是专业魔术师教专业魔术师啊。扑克牌，好，一二三，消失啊！哦。哇，这个牛逼！太牛了！视频中的网友，大家看到一定要给他点个赞啊！